这个力度掌控得很好。看看这一根怎么防啊？沉底都不行，打极薄，从这里回去还，哎呦，还能打那么多。哎，还好运气不错，没卖球，没卖球好像。哎呦，K 到红球了！哎呀，右边没得打，反手一杆，有。好，威廉姆斯抢先上手。你看看这杆能打多少分？黑球呢，实际上是很舒服的啊。黑球如果打进了之后，黑球点位也不会有干扰。粉球呢也有两个带是火的，左右两个顶带呢分别都有一个红球。整体的红球呢也不是很紧密，稍微有点分散。这个球是总的来说呢还可以，不错的。哦，天哪！粉球打进去，万万没想到啊，居然能有这样的事情。这种球，那么大一堆红球，偏偏把粉球 K 进去，红球没动，就有那么神奇。直接叫黑球有了，看顶成什么效果？可以的，中袋好像是没得打啊。要打一个小搓杆，搓一下。黑球同带，霍国强在去到英国打职业之前呢，在国内的比赛中，近2年都是基本上拿冠军。在国内刚出去的选手中，算很强的选手。实际上他这样呢，不光是技术方面的原因，他的心态很不错。因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啊，我从他的话语中能听得出来，因为他对其他选手的一个感觉，不管你再厉害啊，在他的认知里呢，就是你再强，你也是有限的，我打好了一样能干死你。他有这样的自信。好，可以往这边先推一下。
我们看看哈，这一颗有没有打？应该是没得打。32。没得打的话，下一杆要么就是叫这里来中袋，要么就是叫球对中间的红球 K 球。这一杆可以是到这边来，还可以到这来打，这颗有点精准，不划算啊！走这里呢划算一些啊，我们看他怎么走。好，打中带两颗。40。哦，有没有？应该是没挡到啊，还可以挡。但是这个打了之后，这一颗不知道有没有啊？刚才大家在看，如果是没有的话，可以高杆一库冲进球队来 K 球。如果没有，可以这样的方式来打一下，否则没辙啊，没办法呀，没其他办法了。粉球是没得打的，那就是。中巴加塞为啥白球会转？看斯诺克没，因为斯诺克上面没有红点，你看不到。加塞他母球不转，那叫加塞吗？我们玩台球玩的是什么？玩的就是母球，知道吗？控制母球就是给它施加的各种旋转。往前转，往后转，往左转，往右转，斜上斜下，就是让它通过不同的转法，走到你想要的位置上去，明白了吗？你的母球旋转越强，证明你的发力越好，你的杆法用得越好。世界上最准的男人，还是那么准，都会有的，一样的啊。直接选择做一杆，不过这一杆做上呢，往这里贴。我们看这里能不能打到这儿，能打到这儿还可以戳过来，如果打不到的话就过不来，能打到这儿就可以啊，能转进来。哎，好像是打不到，还得加点旋转，杆立起来了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看这一杆啊，这一杆可以打到这里来。没搞到，力量大了啊。然后红球是打厚了一点点，打薄一点呢，就刚好可以做到绿球后面。实际上有时候这种远台做斯诺克呢，就差那么1毫米，你的打点上面啊就差1毫米。这就是一句古话，差之毫厘。
下一句来谁接上？不要碰篮球。哎呀，哎呀，黄球有没有立功？你这个语文课代表有别人状元厉害吗？状元呢？哦呦喂！我们看霍格强打球呢，也是戴着手套啊，一般打球的很少戴手套。霍格强一个，还有那个罗洪浩一个，这是两个要戴手套的。还有一个呢是老外的麦勒基尔，麦克吉尔啊，经常叫麦勒基，怎么把别名字都说错了啊？然后囧哥呢，偶尔会呆一下。此外就也没有再见过戴手套的了吧。这杆危险了，这杆好打啊，因为这种球是经常要练习的球，打了之后呢就要从这里跑，就要从这里跑跑跑跑走的球，这种球是必须练习的球，这就是基本功。到了红球，后还有一箭双雕，黄球是个好球啊，直接一库我往这里走就搞定啊，这个球就直接拿下了，第一局胜。咦，又走多了。哎呦，这一杆走多了，他的杆下的太低，或者是左塞加的过多啊，造成了这个情况。调整一杆，对，他还用碳纤维球杆。你说着用碳纤维球杆，我就想起那个女将啊，海蒂飞雪。前几天不是来深圳做表演赛吗？然后我们去，他没带杆，然后那个球房的店长呢，也想跟他玩一局斯诺克，他就拿那个黑八的碳纤维杆跟那个人在打，还打得挺准。那个海蒂飞雪。你们没见过他打球，很少人见过他打球，一般女子选手很多人不关注啊。展会的时候五月份他来广州，当时他就带了自己的杆的，然后让他打斯诺克，打了两局，
展会的那种环境呢，还不是球房这种啊，没有球房这么舒服。上手一杆过百，一杆80多，哎呦，厉害！断击法。你说的那个希金斯，你说的不是凯利飞雪，你说的是艾利森飞雪。有两个飞雪，你不能搞错了啊。我说那个凯利飞雪呢是英式八球斯诺克，还包括了九球，都是拿过世界冠军，30冠军。霍国强拿下了第一局。